完成啊，就是说那个刚刚讲到的这个公式啊，最后得到的结果就类似像这样，就是最后呢就可以把什么呢，把来看一下，把那个聚集录制部分再讲一下。那其实录制聚集哦，前面讲过了，我们只是大概复习，重点复习一下。第一个的话，你要先把开发人员叫出来啊，所以从上面箭头这边其他命令，找到制定功能区的开发人员，这个要打勾。预设没打勾了，所以你把它打勾之后就 OK， 按确定。好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哈，就是我想就不用彩，我简单彩排一下，一游标放在 B 二嘛，哈，然后呢上面点一下上面资料编辑的打勾，然后快点两下，这样就录一个了，有没有？然后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拼图的话就是游标一定要放 B 二 ，Ctrl Shift 向下，然后按 Delete 就可以了，哈，那你就。再来的话就是录制了，那录制的话基本上就是录两个句，一个叫做截取刮胡句集，一个就是清除句集啊，哦，那我们基本上的话就是按录制，然后不过录制之前请各位注意一下，你游标记得不能直接放在这个 B2 上面，然后公式也不用删掉啊，把它放外面就可以，然后按录制句集，然后名称的话把它打上去，叫截取刮胡句集，按确定。好，一游标放在 B2 上面点一下打勾，然后快点两下向下填满，好，这样的话就录制完成了。接下来的话呢把它停止录制， OK， 好，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录那个清除，清除一样先点旁边一下，然后录制聚集的时候呢就给它一个名称叫清除，好，清除聚集， OK， 好，然后一样按确定，还记得把一游标放在 B2， 然后记得那个快速键嘛， Ctrl Shift 向下，然后按 Delete， 好，这样的话录制完成，按清除，停止录制， OK 哈，那确定说呢录制完 OK 的话，聚集里面哦，你可以再找到截取刮胡聚集执行，OK， 我这边 OK， 然后清除的话执行，这样 OK 哈，所以你可以从那个聚集里面呢找到你要执行的聚集，按执行。那假如说你执行结果居然有 bug， 或者是说有错误啊，建议你就 NG 重来，重录制一下。OK， 三个步骤不要录错就 OK 了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做完之后的话，他还有印象吧？录制聚集，好，上礼拜才做过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做完之后呢，请你再增加两个按钮。哪两个按钮？就是刚刚录下来这个，因为其实在这边执行哦，有点不方便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直接什么，在旁边加两个按钮。那加按钮的话呢，记得在开发人员里面的插入找到这个按钮，然后呢，拖拉出一个大小适中的按钮放开，然后找到。当按下这个按钮呢，帮我执行截取刮胡自存，这个截取刮胡聚集，把上面的名称复制一下，好，按确定，好，然后把这个名称贴上，好，因为这个名称不用重打，好，这个一个就有了。那下一个的话，我是建议直接拿这个聚集按右，这个按钮按右键复制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直接改它的大小会是贴上，再把这个改成清除，按右键重新指定一下。指定它为清除，然后把这个名称复制贴到这个上面来就 OK 了，好，把它贴上，好，这样的话就完成输出，这个 OK， 清除这个也 OK， 所以就可以呢，当按下其中一个输出，当按下另外一个就是清除 OK， 好，那最后的话呢，记得就是再把程式的部分呢加上注解，还记得加注解吧，有开启 Visual 你两个方法，一个是聚集里面的按一下编辑，这边有，这就是这两个那你可以或者从 Visual Basic 点也可以。那字的大小如果预设你们好像这个字太小，你可以从工具选项里面找到撰写风格把字稍微放大一下，好像原来是9号字吧，这样好像太小了，这样字看起来不舒服。工具选项。撰写风格把字稍微放大到12号字 OK， 那最后的话请各位自行再加上注解，还记得吧，注解的话开头一定是单引号，
引号哦，一游标放在 B 2储存格哦，然后第二个二，什么输入公式哦，并且打勾了哦，是并且直接啊，最后的话呢就向下填满，向下填满的话就是这个，啊，记得前后加单引号，那后面的这个叙述啊，请各位自己在单引号。我自己在填哦，一二三啊，一样啊，清楚也是一样，就是这个是一啊，游标放 B 2嘛哈，然后这个二啊，应该是 Ctrl Shift 向右向下，三的话呢按下 Delete， 啊，分别就是一二三啊 ，OK， 那这个做完，我这边是已经有写好的了，所以我这边拿这个好了，就这个。后面的打的字比较多了，所以我就直接拿这个 OK 好，所以哦，请各位自行哦加上这个注解，那至于注解后面的字要打什么，你可以按照你的习惯哦，因为每个人这个反正你主要是写给你自己看的了哦，那就加上这个 OK， 那请各位试试看，把这个就是句集的部分完成好 OK。那最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程式按一下，基本上就是可以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的时候，它等于是执行什么？执行这一支程式啊，这个按钮对应到这个 sub， 就是我录的第一个，这个的话是执行第二个，啊，一定是放在模组里面的，啊，可是这个是 Excel 帮我们写的，啊，那待会的话呢，我们要自己来写，那怎么写？啊，待会再来看哦。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哦，如何录制句集啊，并且加上注解吧，哦。